那那不然别这个具体的吧，鱼类。你也太实际了吧！这是一只鱼哎，年年我有吃余这啊。个年，我每天过年呢、啊，我吃。跟你讲，捡进来。哎呦，终于轮到我的星座水瓶座喽！每天都在晒太阳做 SPA， 好享受。你呢？还在跟 Johnny 一起下围棋吗？围棋？嗯，你很久没有 update 了哦。他又开始研究一些东西了。对啊，之前他在封围棋的时候，每天都叫我陪他下棋。棋盘之前虽然无声，但棋局之间却有如手谈。性格、取舍、企图、恐惧，一览无遗。观棋。则知人心。然后没多久，他又说心灵提升的时代来临，叫我跟他一起去学瑜伽打坐。现在他又说骑单车是环保又健身，每个 weekend 都要去骑车。这个人兴趣未免也太广了吧？从头脑到身体到心灵，他全部都要研究到就是了。对啊，什么东西感觉快要流行了，他就要去研究一下，然后到处推荐给别人。等大家开始玩了，他要去玩新的。那你这次也陪他骑车哦？爱情真伟大哎！我是希望周末能够多陪他，但是我不喜欢骑车，他还是要去。像我今天也有问他要不要一起来，结果……你每个星期都去骑车，你就今天一天不去，陪我去找 Kelly 不行吗？那宝贝 ，Kelly 是你的朋友啊，那你去找你的朋友，我去找我的朋友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可是重点是我啊。你就不能花多一点时间陪我？我干嘛每天腻在一起？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自己生活空间啊，这样子我们感情才会健康，才会快乐。空间，空间，你那么爱空间，那我就把全世界24小时都还给你好了。哎，女人。没关系啦，嗯，今天就当是我们姐妹聚会就好啦。对不起，熊云，我今天不跟他们去骑车了，可以让我加入你们的下午茶行程吗？是不是很帅？超帅的啊！哎，你们全部一起拍一张啦，我要放上网。要拍照了，看这边。看我刚刚拍的。哎 ，Kelly 啊，你为什么不换智慧型手机啊？智慧型手机现在才是时代的趋势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你老毛病要犯了。我啊，他